5.8块哦，对不对？10斤装啊，顺丰包邮到家啊。然后呢，这个5斤装呢，就是27.8块哟，哥姐。这个不是大米，是香河糯的，来。啊，好，姐姐给你们找到了，哎、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啊，它会就这个上面的啊，来，等一下啊。好像好像没看到，就是它上面有这个，哎，对，就这个、啊、就这个，哥哥姐们看到没有？就这个黑黑的，啊、看到没有？是啊，是有这个的啊、哦。嗯，对，因为它啊出来嘛，就天天下雨，天天下雨，它才会带在过的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嗯、是的。哦，所以说哥姐们不用担心哦、啊。不用担心那个哦。能吃的哦，放心哦。是啊，有这个的话更香一点的啊、哦。对，证明这个米香，它才会有这个米不香，它就会没有的，哥姐们哦。欢迎你们走进直播间啊！咱们家的米是5斤装跟10斤装啊，赶紧去吧。叫菊花呀！哦，原来叫菊花呀！啊，终于家人们知道了，我们不知道。啊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叫改没有？动画知道改没有？然后就，哦，原来叫菊花，终于知道，听见了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欢迎你们走进直播间啊！在直播间是什么样的米，就是到你们手上是什么样子。然后呢，在直播间怎么样打包，到你们手上就是什么样子的，放心去拍啊！我们家呢，这个米呢有10斤装跟5斤装哦，哥姐们啊，赶紧去拍，赶紧去抢哦，家人们。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哟，今年的新米哦，品种是1979哦。来了，叫菊花哦。嗯。它有菊花的。是的。它一开始出来的那段时间嘛，它就天天下雨，天天下雨，它就会长那个的。对的。还在砍魔芋啊？啊，没有，老爸在砍那个猪草。还在砍猪草，妞妞姐姐，谢谢哥哥姐姐们点的赞赞，谢谢支持啊！继续给你们撑了，看到没有，哥姐们啊，咱们自己高坡田种出来的米啊，不抛光，不打蜡，农家肥，猪粪、牛粪，喝的是什么水？喝的是山泉水啊，哥姐们啊，放心去拍，放心去抢啊，家们啊，嗯。穷不了你，富不了我们，对不对，哥姐们？所以说你们在直播间看到是什么样子，然后照你们手上就是什么样子的，家人们啊，赶紧去拍哟，赶紧去抢哦，不要错过哟，哥姐姐们哦。今年的新米哦，哦，吃太饱了，吃饭吃太饱了。今年的新米啊，哥姐们啊，看到没有？姐姐亲手给你们打包，这个米呢也是我们亲手用手割的，哥姐们啊，放心了。所以说还在犹豫什么？还在犹豫什么呢？不要犹豫，不要徘徊哟，是不是？赶紧去拍，赶紧去抢哦，家人们！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路过等于机会难得哦。又卡住了，看那个了，手机又卡住了，手机卡住了，屏幕卡住了。欢迎欢迎啊！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啊！点点赞了、啊，点点关注啊！姐姐给你们包装了啊！欢迎你们啊！欢迎大家、啊、分享一下直播间啊！咱们自己家的贵州高坡基田种出来的今年的新米啊，品种是1979啊！赶紧去拍，赶紧去抢啊！我们家一顿要吃多少，你们知道吗？一顿就要吃个6斤了、啊，哥姐们，5斤还不够啊，六斤这个样子，六斤多一点。够一顿了，够一顿、啊，然后晚上再来个6斤，一天就吃个12斤多，13斤这个样子。所以说，哦哦哦哦，我来洗锅。姐姐，你叫我，那这个到哪里？到这个到哪里？等一下到白凉。这个不是。哎，哎，能哎。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，看到没有？今天刚刚打出来的新米，姐姐给你们倒出来，看到没有？刚刚去里面打的，那个还拿好哎，那个奶。欢迎大家啊！欢迎你们走进直播间啊！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哦、啊，咱们自己家的米啊，然后呢，亲手割的哥姐们啊，再然后呢是自己包装啊，自己发货呀、啊，顺丰啊。上次买的不新，什么上次买的不新呐、啊？时光就是新米呀、啊，时光就是新米呀、啊，时光怎么不新呢？对不对？虽然我们这个米看起来不好看，但是呢，这是真的好吃啊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就是今年的新米啊，怎么不新呢？
是不是去年的米？不是去年的米呀、啊，时光、啊。去年的米，我们不会给家人们分享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不会给家人们分享的呀，就是今年的米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新米就是新米啊。它颜色不怎么好看，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嘛，是不是？就是啊。味道不一样的，但是米它不怎么好看，但是味道不一样的啊。对呀、啊。好看。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哦。点点关注，点点赞了、啊，就是今年的新米。是吧？我说了吧，这是壳很多，你看哦。我一桶一桶一咬好多一桶一咬好多，一袋子你看最起码都有这么多，你看那个够够的选，看到没有家人们，这个没有脱壳的，这个真的够够的选。现在没有啊，有没有优惠吗？现在没有了，过了优惠了，家人们过了优惠了，这里对呀、啊、欢迎家人们过了优惠了，对呀、啊，搞了一波大福利，就是啊，现在没有了啊，现在是按原价了。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啊！再来一波呀，没有啦，家人们，来不了啦。因为我们这里这个大米的话，真的是连称带哦。对的。怎么这么多果，都没脱干净呢？嗯。还要鲜呢。对呀。哥姐们没办法的，现在已经过了一波福利了，如果再播的话。没有的哥姐们啊、哦，所以说放心去拍，放心去抢啊，是不是哥姐们？欢迎你们走进直播间，咱们家的这个米呢是真的好吃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没有，哥姐们还好多壳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再给你们筛选，在直播间是什么样的，我们到你们手上就是什么样的，放心去那个啊、哦。这个的话，哎呀。比较放心吃嘛，这个比较放心买的这个。对呀、啊。家里有小孩呀、啊，有孕妈妈，很放心去的啊，我们放心去拍吧，放心去买的。对呀、啊，然后这个都生态米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呀、啊。你们在超市也买不到这种生态米啊，是不是？因为这种生态米的话，你在别的地方不一定买得到啊，你想买都买不到的。是的。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啊、哦！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哦，咱们家卖的是生态米哦，哥姐们啊，今年高坡地田种出来的今年的新生态米哦，家人们啊，所以说相信我们就支持一下姐妹俩，对不对？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家人们是不是？咱们家的米呢，不抛光不打蜡的，都是农民伯伯从那个梯田里面种出来的，还有嘞。我们这边都是梯田里面种出来，哥姐们，老爸老妈呢，天天去地里面去田边里面扛谷子，这些机子扛过去，手人工割，对不对？每天还要去看那个田里面的水，又能这个米呢，又养出那个稻花鱼，对不对，哥姐们？高坡地田种出来的哦，放心去拍，放心抢，今年的新米不抛光不打蜡哦。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哦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了、哦。段老乡来了，欢迎段老乡，给你打包了，段老乡。嗯，现在我跟姐姐在给你们打包了。看到阿香就开心了，嘿嘿，开心比个耶。看到阿香该不开心了。伤心还是开心？看到阿香是开心还是伤心了、啊？欢迎大家啊、哦！哎呦，是啊，就是啊。
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忘什么呀，段老乡？再给你打包啊，还忘记什么嘞？对不对？忘了再发也一样的嘛。忘了再点开那个右下角。你忘了你用点那个一样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不就是让你记起来了吗？你看吧，是吧？看到开心的，伤心呐、啊？伤心了吗？欢迎哥哥姐姐们走进直播间哦！我跟姐姐在这里筛选这个米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家的米呢，不抛光，不打蜡，自己高坡地田种出来。